哎、欸，那时间要另外算了。OK， 这是我们去年2014年代也是在这个地方提的案子，就是阿美语的米卡索阿美语砍柴计划。一年呢，我们做出了什么呢？我们做出了在蒙典里面可以使用的方明阿美语字典，特别它有处理阿美语的前缀跟后缀，然后所以非常感谢 G0V1 的各位参与者跟各位商民，切豆腐切出来的结果这样子。那我们也做了 App， 那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好，这是我们的 App。大家可以在那个 Google App Store 下载，也有 iPhone 的版本。我们接下来要扩大我们的字典数，就是除了方敏英教授的版本之外，因为它是1943年的版本已经很旧了，我们希望还有蔡中涵博士的，感谢立法委员蔡中涵博士啊，捐赠他编辑的字典，大概里面有40000个词条，2000页的 PDF 要来处理这样子。然后还有潘世光神父的阿美语法语字典跟法语阿美语字典，还有他的阿美语法语字典的汉化版。对，这些都是需要测的。然后，这是蔡中涵博士的版本，大家看起来像这样。我们感谢会众 Conrad 啊，帮我们把它已经转成文字档了。文字档大概长像这样。对，那这需要大量的编辑人力，所以如果说参与的会众，有兴趣有闲的话，可以一起帮我们切切豆腐啊，看一看，校对一下，拍拍板这样子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是工作人员列表。感谢这次大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生力军。对，不然的话之前只有我跟老兵两个人在做，有点辛苦。好，那操作界面，校对界面吗？很抱歉，没有。我们在用小作家。好的，村长提的问题很好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之后会想想看的。好，那我们之后会希望有真人发音、图示化跟故事采集。哎，有没有觉得跟爱达义很像？所以就是明年5月，爱达义 deadline 的时候，阿美语也会有这样的界面可以用，太棒了。对，你觉得这样说好吗？你觉得这样说不好吗？你觉得怎样的说法比较好？我要提我更好的说法。对，欢迎大家支持爱达义，也就是支持阿美语。好，征才，我们需要后端切豆腐的人，然后测试人员、资料编辑人员、文书处理人员，然后处理 PDF 的人，还有最重要的是前端，因为蒙典只是其中一个界面，我们是 Open Data， 所以我们可以适用非常非常多的界面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合作，谢谢。